本期话题：菠萝蜜盒的功效与作用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菠萝蜜盒的功效和作用，菠萝蜜盒呢，它本身这个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，含有较多的矿物质，那么对人体的正气啊，提高免疫功能，改善人体的营养物质，这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第二个，它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达到一定降三高的作用，降脂啦、降糖啦，或者这些作用也是比较好的。第三一个呢，它具有提高免疫功能，增加人的抵抗力，对一些抗菌啊、消炎啊，或抵抗外感疾病，这些都是有一定帮助的。那么整体而言，菠萝蜜盒呢，它这三个方面作用，第一个是扶正，提高抵抗力，抗疲劳啊，改善人的营养成分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消食润肠通便，那么降三高。第三一个呢，就提高免疫功能，防止外感疾病。